现在要听坑卡尔吗？大拇指，好高啊！我不知道前面的词儿是啥。I am the top。哦 ，I am the top。我已经确认过了。OK， 不可以。Oh, that's this boy that I know. It made my heart beat a radio. It used to go dum dum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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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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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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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 Yeah. 不愿我是谁，怎么是因为？啦哩哒哩哒哒哩哒哒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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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什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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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不标准，见谅啊！但我真的很喜欢听，好听，好听，能听懂，真的完全能听懂。医生，如果是你自己，你会选择唱什么？嗯，哎，年轮，年轮，没有年轮，年轮。哎，圆圈勾勒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数着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修改一次次离分，我承认曾昏可惜从没人陪我演这剧本。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赶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好，来了啊！太小了。来了来了，预备，走。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何必笑骂恨与爱？人间不过。
是你寄生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人间不过是你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一生外生做银亮色的梦，一生外生做梦中梦。耶、yeah! 你们在做花生美太好了。大家好，我是男高音歌唱家周深。一般我都不唱歌，我也不会就是像郑恺先生一样带出这样的徒弟不像郑恺先生一样唱整部歌剧，我都是大家唱完了然后我去结个尾，我都只会唱一首歌 Time to say goodbye、啊、好的。对，我也是刚刚唱完过来的。嗯，也要唱两句吗？表演一下吧，给大家。好、嗯、Time to say goodbye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为什么放这首歌？哎，陶醉了。哎呦，深深，整活了开始。我们要听 live。好牛啊！哇，好高啊！还是没忍住，还是给他们凑了素材了。但凡咬牙忍两分钟，他就白放了这歌。勾引我的歌。对，你刚才这两个高音儿，好了，可以停了。素材够了，来下一首大鱼。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在你的生日输到了这道题。让我心在痛，在意，在流。这难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你这该死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哪怕有再多的借口，你这样，下次你抢第一个，我排你后。先抢再说。对，先抢了再说，咱自己补充。两个侍卫已经开始摆烂了，在这里。他们知道自己又要被关一轮。我是在你囚禁的鸟，唱出了自己的心声。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样子，知道很多但是说不出来。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郑维雅。郑维雅，今天我希望能跟你们 PK 一下高音。哎，遇上对手喽。好了，好啊。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PK 吗？不敢。走了。谁唱得过小孩唱高音？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对，周深直接清唱高原最后一段。对，来上才艺。眼泪说，那就是青子。哇！OK， 我们赢了吧？已经是不是赢了？我
我觉得这里有很多山和水，那我们就唱山歌好比春江水。等于说周深刚刚唱的青藏高原不作数。嗯，图什么呢？刚才跟小孩子也没有理可讲。行吧行吧，你先唱一句吧，我们来接。山歌好比春江水。山山山山歌好比春江水泪。我唱能不能唱？山歌好比春江水泪。还可以更高。水我来了啊！山是吧？你的嘴型在旁边一看好恐怖啊。小虎队，我好喜欢你。我刷街是这样，哎，我刷街生了个孩子。对着歌了。我们在比高音。高是高，太难听了。你们几个了已经？怎么了？他们是什么高吗？比高音。我可以吧？王菲也来了，华晨宇也来了。这个小妹妹很高的。这么跟您说吧，赢过了第一轮，可赢不过第二轮啊。好山歌好比春江水。姐，一会儿还得我想借天边那轮降落未落的弦月，选一只影蝶，悬降着风雪，悬不合谁离我的一切，选一场梦，滴泪交换你心如烟，要不然我们就这样一万年，把时间拨在说再见之前，用你浅笑的甜，我的泪之言，做你的话和我的亏欠，你刻着你的灵魂，情怀过沦陷，一颗心被爱恨撕裂，也不肯飞越，刻着你铭心的语言，如同如果的一剑，如月似剑，无端化剑。不知道间奏多长，还可以爱吗？哎，我还能唱《星人的海》，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怎么还没到？我来了。荒原的沙滚过思念，我翻涌的念，梦一场厮守的幻觉。心碎和一万千，只因那青蓝的夜，用尽繁华落尽前，曾的少年一万相春。相爱不在灰烬之前。完了，我们是前天网上看到你在演唱会上的豆豆演唱啊，这段孟公好观众里面清唱一下，清唱一下，咳咳清唱 Could it be magic? Oh, oh.
对，这个歌呢，其实唱了这好几个月，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就是期待一下啊，以后因为我们一直在准备新的东西来给大家，所以就是可以，这个翻篇过去，我们可以等期待一下新的歌曲啊什么的，对不对？到这里。我们期待新的歌曲。好，现在想让你可以来现场唱一下 I want that 啊 ，OK， 那我放这了啊。这个来了，这有歌吗？有，这是你啊！你是在跳舞吗？哎，你好，前一点，我前一点。啊，哇，这个等一下，好难，你要先歌吧？这是我们的歌，三二一。哦啊！啊！减3秒，你下不了，现在多减3秒。OK。行吗？行吗？好嘞。好，好，好。我们这边看弟弟的创作。Never mind if I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I'm a go to town on my friend. She is certified free. 10 days a week. 10 days a week. The way she's moving got me crazy, got me weak. She is certified free. I'm on my knees. I'm begging please. The way she's looking like a movie, baby, please. She is certified. Stop. Hold up. Wait a minute. Everybody knows that she can freak you with it.Gonna test drive like Honda Civic. Feeling like too fast, gonna speeding ticket. You get me. Stop, hold up, wait a minute. Everybody knows that she can freak you with it. Gonna test drive like Honda Civic. Feeling like too fast, gonna speeding ticket. You get me higher. I'ma go to town on my friend. She is certified freak. 10 days a week. The way she's moving got me crazy, got me weak. She is certified freak.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参与这次舞蹈的 challenge。哎，这都是跑男杭州录制全员出发路透有。哎呀，我现在唱会不会太吵了？让我大醉一场，殿堂之上被现实两三张。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泥潭捞月光，望大人们见谅，提点的话我动也不想装。世人寻黄金香，我找月亮，何必同往。耶、yeah! 啊、自己一个人参加这种音乐节，其实内心还是很激动的，然后觉得自己怎么说呢，我觉得自己满意了，很幸福就很好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次非常的成功啊，希望下次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大家见面。那我们想要听一下雨琦首张迷你专辑里面雨琦自己的歌，除了 Freak 和 Uncle， 你还有什么可以给大家清唱一下的？好多歌啊，那唱一首有一首歌叫 My Way， 就很我的歌。我啊啊啊啊啊啊，Cause there's no way, cause we have new day. 你们常驻老师怎么样照顾一下我本季的飞行嘉宾吧？你说什么啊？我很像本季的飞行。我是本季的。我去了很多期。你们俩互来，我帮你拿吧，常驻老师。这个是真源的采访稿。好好好，我先问。收拾一下。我先问真源老师。先在这儿啊！来，你们俩互问，来互问啊！就一个。我狠一点，先问申哥，最想和奔跑家族的哪一位成员互换身份？为什么呢？
最想和张震元老师互换身份，因为很想跟张震元老师学唱一下《出渊》。你别这样，问题串在一块儿了。你别这样，申哥，你好好吓人呀、啊！你怎么清唱几句？你不能向我学啊！我就是你在紧张，你这样说的我好紧张。叫我唱，来吧，我唱两句。怎么唱的来着？斩来是荆棘，丛生野火燎原，斩去路阻挡我这岁又万万千。OK， 就这两句吧。对，听过吗？我就是，我当然听过啊。听过。你在后台，我怕你在精心准备。对。我知道你们是先问哪个问题。不是这个吗？等一下啊，先生。你不是你回答跟他的提供不一样。等一下，不是，你可以让他先，你可以先问他这个问题。你来问吧。你可以先问他这个问题。没事，我问吧，我问。好。好。啊，来，最近申哥给《庆余年》演唱过的《借过一下》非常火，可以给观众朋友清唱两句吗？不可以，我这首歌叫《借过一下》。来嘛，你是你，我是我，作为飞行嘉宾来唱歌是另外的。完了，申哥。啊，你在拍东西。哎，词儿是什么来着？我也不记得，我刚刚也想了很久。对，哎呀，我现在唱会不会太吵了？让我大醉一场，殿堂之上被现实两三张，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你探老月光，望大人们见谅，提点的话我懂也不想装，世人寻黄金香，我找月亮何必同往。耶、yeah! 啊打扰大家工作了，不好意思了。还要问啥？接着问，来吧，我继续问完吧。你好好的唱一下《出渊》要不要？没事，我不太好意思。郑源常常会在微博上晒自己的狗狗呼安，可以分享一下呼安的一些趣事儿吗？他其实也不是趣事儿，我分享一下吧。就是我房间不是在二楼吗？我会一般把它放。你的房间在二楼。就是我住的地方、okay、我一般在二楼，但是我的狗一般放在一楼、然后我助理一般会帮我弄午饭的时候，他会把狗放出来，然后每次出门，然后你就听到蹦蹦蹦咚咚咚咚，他就往上爬，对，然后他就爬到我面前来，然后就跳跳跳，他现在弹跳力已经快跳到我脸上了。哦，就是，所以你跳起来撕名牌那招是跟他学的吗？因为我看最近这几期，虽然我不在，但我也在看奔跑吧。刚刚说我四名牌，这四名牌很厉害，非常厉害。以后我就可多靠您照顾了。你别这样，四名牌就是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互相交流，我不会跟你交流。我跟你站一队，我不跟你交流。在直播。这是直播呀。我们是直播。你在干什么？你不知道我们是直播吗？这是直播呀。这是直播。交给你了。你早说呀，申哥。这说的仿佛像我在陷害你。这是直播啊！我刚没说什么吧？没说什么，挺好。所以你那个四名牌那一招我要学一学。好，下一个问题到你问我了。来吧，歌手是深深哥的主，我自己叫的歌啊，的主页。那么深深，我也知道这稿子不会那么礼貌，叫深哥。深深哥有没有吉他也想涉足的领域呢？四名牌的领域，以及跳起来四名牌的领域。哎。哦，哎，那我正好来，让你感受一下。你最好给我点面子。反正我不撕，我让你感受一下跳起来撕我的感觉。跳起来撕你的感觉，这句话听起来不是那么友好。不是，我不跳起来我也撕得到你的名牌哦。不是，你不叫、哎，因为我在电视里看的就是。是，就是这个意思。冲，咔一下，咔掉这儿，冲。从此以后，我就是张震岳。好，最后一个问题，咱排队了，该直播排。好的。那震岳在节目上第一次尝试拔火罐，你感觉怎么样？分享一下其他的一些养生小技巧吧。申哥不在，我真的很想让申哥体验一下。好，谢谢你的回答，拜。等一下，你俩要互拍一下。哦，互拍。对，作为郑爽，让张震岳画出来。
对，平常有什么其他的养生的小技巧？养生啊，多喝热水，对自己是真的是多喝热水。我天天人家无常温我也喝，我一天喝个两升水就感觉一天很养生了，就是感觉肠胃都被洗空了。包括在这么热的天气也会喝热水吗？那热水里面会放枸杞，那还是喝常温吧。会放枸杞，会放什么？那除非是熬夜熬得太猛的时候。年纪轻轻就开始很棒的养生，我向你学习。该按哪个拍照啊？可以坐来调一下，火车。原来是直播呀，观众朋友们。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以为是录播，我有点放肆了。但你刚才没有什么问题。体育社的怎么能给文艺社的拍照呢？因为只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可以拍出来吧，深深哥，更帅气的我给你拍一张绝帅照片。正好提到了白鹿哈，在昆明站路透，白鹿被周深笑到扶墙，这个引发网友讨论，挺好奇你们俩聊到啥呀？我有点忘了。我因为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乐呵呵的，天天就感觉随时都是哈哈哈哈。大家看笨宝宝也都熟悉，因为白鹿也就是开开心心的一个女孩子，也希望她永远都可以这么开开心心，没有任何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就希望永远开心。然后现在她宁安如梦，哎，今天正在播出，还有她的以爱为营正在播出，大家记得看哟。那既然提到因为呀，我都唱了歌。你全是 OST 吗？我这两个哦，宣传一下，宣传一下呢。哦，周深演唱《宁安如梦》和《以爱为营》OST， 大家注意一定要就是头尾不能跳过哈。好，那提到开心，那就说这让爱挣扎，唱错词了。让泪挣扎落下，老师这么不想听我唱，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就这样吧。好，那提到开心，那我们想要粉丝深深的歌迷也能不能开心一下，就期待二专的进展。哇塞，我跟你说，现在二专正在稳步的进行当中，没有以前的那种就是进度调到90%，突然啊掉到了10%又重新开始，没有，现在在稳步进行当中，然后质量第一，我还是一直以这样的一个想法去做，做一张首先自己满意的专辑，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张专辑。好，那我们就到时候也是期待深深的专辑，今晚可以先听 OST 宁安如梦和李安为。这是宁安如梦的，刚才的那个以爱为营的被打断了，大家去 APP 听一下吧。再来一遍，我不要。再来一个，你画的怎么样了？好好听，好好听啊，哥哥。恩熙，你甚至都没有听。声音啊，哪有再听？哇，你看他画的云栩栩如生。再想一想你画的云，你怎么回事？不要拉一踩一捧一踩。
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丢掉飞纸，说人生遇见别往那个调上去了，低一点吧。这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怎么那么像二人转？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乡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班突然醒来，像被命运叫醒了。谁说你不能就要问一下？让我曾经是这个结尾也太考验我们的音乐能力了吧，垮掉了垮掉了，两百个人看我们，四百个人看我们，垮掉，老师有点太不熟了，你上来就有些时候你就高八度，你就高八度，有些时候对呀、啊必经的事咋唱？说是人生必经的事，也可以。你卡的应该是什么？这样说是人生必经的事，但你这样也可以。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对，但你刚那样卡进去也可以的。哎，第一个你再帮我带一下，我还是不行。可天真，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有说一个字。这怎么唱？这怎么唱？哪个？这个吗？像当我和世界初相见，当我曾经是少年，我又不会了。必经的事咋唱？由周深带领205位一起演唱《你曾是少年》啊。江湖万里生，这句话怎么唱？深深，这下一句应该怎么唱啊？这个深深，我又不会了，再帮我带一下，我还是不行。啊？对。阳光有点晒，就能感受你的存在。喜欢发着呆，呼吸空气中的溺爱。也许我们有默契感。飞过想念的边界，怎么样？现在得1600万了吧？我不会，好想啊！啊，就这样，就这样。就算跌落山谷，也决定不要离开。我不需要明白，勇气会随身携带。爱流过的眼泪，也能绽放灿烂。Well, thank you. 好，可以了吧？一分钟到了吧？可以了。最后黑夜和白云。接下来是你的舞蹈秀。哇！1000万了！你唱完了，大家快打！突番的葡萄熟了。关系。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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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呢是布鲁来探班，我今天是布鲁的小伙伴杰妮，大家久等了。首先呢要感谢安慕希，安慕希啊在今年创新推出的小金罐常温活性益生菌酸奶，减蔗糖更轻盈，添加10亿超活 LGG 益生菌，美味不变的同时更添活力。好，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布鲁小伙伴，因为我们现在推出了这个布鲁来探班嘛，所以今天布鲁就特别给大家安排了我们现场的一个宣传照的拍摄。布鲁是谁呢？他是我们浙江卫视的自由 IP。 那现在我们现场的工作应该已经开始了，我们就请摄像老师跟我一起去看一下现场的拍摄情况。没事，你走，现在在拍的是那个大勋。因为我的声音大家是听得到的嘛，我们现在看到大勋正在拍摄。因为我们这期的一个主题呢是音乐特辑，所以大家会看到每个人的手上都有一个麦克风作为道具。昨天跑男来了跟着姚 PD 一起走场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消息，这个麦克风可贵了呢，老贵了。好像在节目里面很难看到大勋那么文静的一面。哦，深深来啦！现在看到的是深深在拍宣传照。深深好帅啊！求求你了，对，我们让布鲁再把镜头摇近一点。我们在直播，打个招呼吧。Hello， 刚刚是我喊的那么大声，深深好帅。Hello， 拜拜，拜拜。我们看到现在那个休息的时候，其实艺人都在旁边等待着。现在正在那个准备要拍摄的是今天的飞行嘉宾苏醒。小伙伴们可以踊跃的在我们的弹幕留言啊，大胆的表达你们对我们的那个跑男团的爱和喜欢，因为我们的布鲁直播间呢就是发起了一个活动，说不定下一次你就可以跟布鲁跟我一起来到探班的现场哦。现在要开始拍摄的是李晨，晨哥。我们要不要把镜头换到正中间一点，说那样子会看到正面一点。他那儿没事，从前面走好了呀，没关系的，就你就对着他走就好。往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是。你怎么让他抽走了？拜拜。今天我们的这个探班，哎，晨晨，直播机位正在直播当中，跟大家打个招呼吧。现在全网的小伙伴等了一上午了，哇，怼脸这样子拍，大家太幸福了吧！今天这个真的没有，哎，大家想看的都出现了呢，今天。太帅了，你们今天真的有这种校园风，哎。正片没什么镜头，直播还不能有俩。这是官方吐槽吗？直播就应该拍拍真缘吧。不让看，哎，就不让你们看张真缘，哎。现在弹幕肯定疯了，气死你们，气死你们，完了你们。今天的小伙伴们好幸福啊，因为我们此时此刻是在全网全平台在直播，晨晨可太可爱了呢，我好想知道一会儿你拍的时候他会不会来捣乱。好，现在是雨琦喽。其实我们从上一场直播的时候，我们的浙江卫视自有平台就给大家预告了今天会有一场有互动的直播，因为平时我们的直播都没有声音嘛，因为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剧透的问题，但是今天呢，布鲁就给大家争取了这样子一个他们拍摄宣传照的机会，可以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好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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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今天的飞行嘉宾沈小婷，从昨天的路透开始就已经有他很多就是到达我们奔跑吧准备要工作的一些花絮和照片。今天我们其实是双机位在给大家进行我们的布鲁来探班，一个机位呢大家看到的就是他们在拍摄我们宣传照的一个工作状态，其实另外一个机位呢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给我们签他们的名牌以及我们之前在直播里面之后在直播里面会送给大家的这个签名照。说一下那个，就是这个是唐南部落给大家带来的独家福利，之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还会有很多这样的直播。Hello， 好好看。现在是晨晨了，没有人捣乱嘛，抢个镜吧。今天呢是布鲁带给大家的独家福利，一大波的福利哦。因为今天其实有很多人就问我们会不会像上次直播一样很多时候都没有声音，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因为我们不能有剧透，然后不能影响到他们的工作，但今天我们争取到的这个直播的福利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看他们的一个拍摄的一个状态，而大家平时就会看到就是已经是成片了嘛，特别是在我们这一季的节目里面开头姚 PD 就加入了一些就是人物的一些角色很有电影质感的那种海报啊宣传照啊和一些那个个人的一些形象片，其实就是这样子拍出来的。 Hello 帅哥，哎呀呀呀呀，谁叫我？好，现在是凯哥了。其实之后我们的布鲁来探班也会给大家制造一些这样子的特别的惊喜，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锁定我们的浙江卫视自有平台，多多关注我们。Hello 凯哥，
今天是一个音乐特辑，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他们拿着麦克风的各种创造。其实今天从我们的那个拍摄现场，大家也就已经发现了，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布置的也是特别的有感觉。那今天所有的艺人，我们在沈阳站的这个最后一站，可以吗？看得到我吗？今天我们在那个沈阳站最后一站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海报拍摄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杰妮作为布鲁这一次同行的小伙伴呢，要再一次提醒大家，请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我们的浙江卫视自有平台以及我们的布鲁来探班。哎，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直播还没有结束哦，还在进行当中。对，因为我们的那个布鲁的工作人员现在正在给
哦。好，欢迎回来。刚刚呢，布鲁又给大家争取了一波福利，因为我们的这个宣传照分为了两个机位。刚刚我们是在这个录制的现场给大家带来了一波艺人的互动，然后呢又进去了那个小房间，大家也看到了他们正在工作中的状态。然后有人说为什么那里就没有声音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实时放出大家工作时候的声音，因为有些细节会可能影响到剧透的问题。那在这里呢要再一次提醒大家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浙江卫视的自有平台以及布鲁来探班，因为我们随时会给大家谋福利哦。好了，我是跑男来了的杰妮啊，我们下一次再见喽，记得跟布鲁一起来探班哦，拜拜。是不是可以自己看到自己在播的那个画面？已经，对，可以看，可以看。现在已经在播了啊！现在已经直播了吗？天哪！啊妈，我上电视了。啊，大家好，我是长根啊，我是跑男来了的主持人，平时也在奔跑吧节目当中会有一些客串。今天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今天我们录制的主题呢叫做热血高校的主题。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所有的成员都会穿上高校的制服，活力满满的为自己的社团去争取那些属于他们自己的荣誉。我不知道现在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类似的热血的经历？有没有过穿你们自己最喜欢的校服，做你们最喜欢的事情，或者一些你们自己特殊的喜欢的这个服装啊，去做了一些你们自己很觉得很骄傲的事情？如果有的话呢，可以在公屏上面留言来告诉我们，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但是在看节目的时候呢，等到我们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一起把你们有过类似的经历来和我们做一个分享。我们这期节目当中呢会有很多很多设置，我在这里跟大家小小的透露一点点啊，在这期节目当中呢，不仅仅是我们的 MC， 不仅仅是我们的飞行嘉宾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是有很多什么一百啊，我们是有很多社团的成员来加入节目当中，跟他们一起来完成一个挑战。这个挑战，这个可以讲吗？这句话都可以。哦，天哪，这个也可以讲。官微已经发了，我们在发起这个活动。哦，哇，这个也可以讲哦。那今天真的是福利太多了。今晚奔跑吧即将开启一场百人捉迷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小时候或者说现在有玩过一些捉迷藏的经历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今天是不是有什么投票？对，今天是有个投票，对，网友参与，网友可以参与啊，全部的网友都可以参与，可以投票，好不好？像大哥您怎么拍着拍着歪过去了好，我们所有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参与，来投票，来一起互动哈，说出你们的故事，你们的想法。那我们呢会尽量的关注到每一位朋友的这个感受和你们的故事，但我们是尽量，因为现在人真的是太多了。要再次感谢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录制，让我们这次呢也是一个开创性的新的一个方式，在节目录制期间，就在节目录制的同时，朋友们就在我前面大概15米的地方，就是今天早上录制的场地，在5分钟之前。他们刚刚录完这一个和社团成员见面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这也是我们节目第一次把直播的现场搬到了录制的现场啊。所以呢也要再次感谢各位，是因为你们的支持，是因为你们的热情，是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才让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改进，让我们的距离能够拉得更近一些啊。想要好，如果各位想要解锁这个沉浸式直播机位，一定要去官微参加投票啊，沉浸式的直播机位去官微参加投票。我倒还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其实不止一次，对不对？对，我们还会有。对，那下一次是什么时候？下一次就是在后天，在后天，在5号的时候啊。今天是我们这一轮录制第一次官微的直播，那么我们是有两次直播，第二次是在5号，6月5号，就在后天，我生日。然后你可以把我们这个活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官微已经发起了。如果你们看到官微的话，应该已经知道这个活动了哈。童年记忆重现线上捉迷藏大赛开赛，奔跑吧联合微博发起奔跑吧全员捉迷藏大赛，跟紧奔奔的步伐，携手李晨、郑凯、沙溢、白鹿、周深、范丞丞、宋雨琦，然后张真源、西林娜依高，然后张浩、
沈泉瑞、段小薇和我们一起穿梭于欢乐和神秘之间，共同上演一场盛大的线上版沉浸式捉迷藏游戏。详细规则呢，在这里有一个大图长图，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了啊。虽然我们很多朋友在镜头的另外一边看直播，不能来到现场和他们线下同步，但是我们呢，这个是有很多沉浸式的机位，可以尽量的让大家感觉你们是在现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官微的直播，我们也会尽力推出更多的让大家觉得更好玩的一些方式啊。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直播的负责人啊，刘星小姐姐。她呢之前也是做这个十一吨跑男的料啊，所以呢她是很有才华的一个女孩子啊，所以我们希望她也这个时间来不及了啊，来不及了，夸我先 好来，你可以先说一下，在我们那个百人的同时，在五分钟之后我们就将进行这一场的惊喜的直播，对，你也可以大家去看看我们的那个场地。镜头可以转过去吗？可以，你边说哇太棒了，好，我们边说边走啊。一会儿呢我们奔跑吧12季啊杭州站录制现场定妆照拍摄间隙惊喜直播就已经要开始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邀请我们的 MC 来完成问答互动挑战。哇，已经来人了，看到没有，来人了，这个是谁，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位是谁，好，大家看一下啊，刚刚呢是我们这个拍摄的现场环境，现在我们的背后还是站着之前和我们的 MC 一起录制的这些社团的成员，我们可以把机位切向我们的白鹿吧，好不好？嗯，好，我们那边开始直播了，谢谢强哥。可以了，可以带人了，锅底呢？锅底油人配件人呢？配件，在这，我们在这个机位，这里吧。那这个，马上就开始了，你把你的直播开。说我们机器在直播呢，你就继续放好，继续下好下一个白鹿过来。来来，这边。直播呢？正直播呢？现在直播，音乐准备好，音乐。嗨，鹿，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在拍摄你上班的状态，刚刚拍摄完我们的那个定妆照，然后想问一下鹿。直接来问了啊，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新的一面是节目组还没，老师我们等会儿一会儿再施工吧，老师你觉得还有什么新的一面是节目组还没有发掘的，节目组还没有发掘的新的一面，新的一面新的一面就是我好像每一面都被节目组发掘了，就是神秘感。那我们就这样说，如果想要带一个你饰演过的角色来上节目的话，你希望是哪一个角色可以来？我饰演过的角色来上节目，白慕言。白慕言经常来啊，他不是常驻吗？饰演过的角色，那我有一部戏叫《烈火军校》，然后里面那个女主叫谢香，因为她比较全能，就是力量型的，希望可以带她。这一期就很适合他，竞技类，特别适合你今天的身份。是的。好，那如果想象一下，你和饰演的剧中的角色互换了，你会哪个角色更能享受你的现实的生活？现实生活，那可能是古代的吧。我演过古装剧的每一个角色，都应该来现实生活体会一下。好，感觉你在这一块是统治区了已经。其实我可以 freestyle， 其实。来 freestyle。好，会了，来啊，来开始。好，那最后想问一下露露，你对于今天你们今天这两队的 PK？
要放下狠话来。狠话，文艺社这帮小东西，今天就让你们各奔东西。来文艺社的，来。我退了，我退了，拜拜。我们请雨琦给他们拍一张。我来，拍立得啊。好，今天啊，我们要会在官微送给观众啊。猴哥，要我给你拍吗？我要拍吗？哦，来，你们俩，那先把这趴先完成了吧。拍照免费，删照片200一张的那种吗？那可不是，来，我给你拍。精品啊！你找白露去签一下。1、2、3，好的。好 ，OK。相信我们。好，拍照水平。来，好，最后是要问下雨琦了。嘿嘿。雨琦最近在杭州刚刚完成自己的音乐节首秀，嗯，觉得怎么样？感觉形容词来形容。首先非常感谢有那么多的粉丝朋友们、观众朋友们，然后去现场看我，也知道那天你们真的很辛苦，那天有下大雨，然后又有很晒，然后呢，我觉得，第一次一个人参加这种音乐节，其实内心还是很激动的，然后觉得自己怎么说呢？我觉得自己满意了，很幸福，就很好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次非常的成功。啊，希望下次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大家见面。那我们想要听一下雨琦首张迷你专辑里面雨琦自己的歌，除了 Freak 和 Unclimb， 你还有什么可以给大家清唱一下的？好多歌啊，那唱一首，有一首歌叫 My Way， 就很我的歌。我啊啊啊啊啊 ，Cause there's no way，Cause we have new days 。好，雨琦之前小小尝试过一次演戏嘛？名作代表作。然后继续在演员这条路上发展，会尝试什么样的角色？我那天看了一个评论特别好笑，他们说以为我的真名叫张薇，宋雨琦是我的艺名啊，真的心要碎掉了。不过真的假的？真的，你们真的不要这样搞我。对，我是对，我觉得张薇女士是时候出张薇二女士了。对，然后我下一次吧，其实我对演戏这个东西真的一直很期待，然后呢，因为没有专业学过，但是我觉得可以在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尝试各种。其实我小时候特别想演的是那种武打片，就是那种杀手冷酷007那种感觉。对对对，就觉得自己可以适合酷帅一点的。对，不过都很 OK 的，我觉得都 OK 的。那你今天在文艺社啊？不然演一个孤独的歌手，孤独的诗人吧。对，反正我都 OK 的，真的都 OK 的。好，那今天我们因为是那个百人捉迷藏大赛，已经在可以跟你的对手体育社的人发几句话吗？什么体育什么我们文艺社小东西，那你们体育社的大东西们真的是等一下啊，他很喜欢我呢，是不是？啊，对，是不是我觉得你今天会不会在我们，虽然你身在体育社，会不会心在我们的文艺社？我为你感到臣服，但是我有团队精神，对不起。哎，说了他叛变呢，我不跟你跳 freak 了。不然不行，那你要就是身在，他说了他要叛变的。我不能叛变。他说了，你看我不能叛变。但是西林哥姐也在，差点叫西林哥，西林姐也在这。我跟你讲，你真的，加油。不会，但是我一定会，好，来问一下小薇，第一次来蹦跶吧，最想玩的游戏是什么？最想玩的游戏就是撕名牌，因为我没有撕过名牌。但大家都很震惊，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震惊。最怕的游戏是吗？最怕的游戏就是也是撕名牌，因为我不会，我害怕我一秒被撕掉，然后很傻。那类似于像指压板、泥潭啊、飞椅啊，想不想尝试一下？什么？指压板、泥潭和飞椅。也想尝试指压板，我想尝试，因为我不信有那么痛。好，想问一下小薇的 MBTI 是什么？快乐小狗。快乐小狗，对。所以你是艺人？是的，我是艺人，但是有时候也有比较哀吧。E 的时候偏多。好，想问一下小薇，我们最近有没有什么学的舞蹈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有，学的还是文艺社的。文艺学的还是文艺社的舞，我不是要叛变。来，是雨琦，是工作人员发来的。来，他不在吧？在吧，脱感太重了，因为我跳的是文艺社的，他不知道吧？他在问他看直播，这个是在直播，不
幸亏到了。然后因为今天是体育社嘛，你今天也是我们的百人中强大赛，在微博发起这个挑战，可以跟文艺社的对手来喊一下你的狠话。文艺社，你们知道最擅长的是什么吗？就是捉迷藏。从小到大我的捉迷藏是没有输过的，今天你们遇到我算是遇到对手了。怎么样，文艺社就在这，就在这。你在拽着吗？你有什么想说的？文艺，你说一下你的感想。我觉得惹到我算是捏到棉花了，软柿子了。我最不会的就是捉迷藏。交给你了，我会保护你们的。来，那个你们，应该我们给小薇拍一下，好的，你们俩互拍哦。我互拍，完了，我的，哦，这边的。拽一点。哎，呀，你说你不是我说的。你俩会拍一下，好啦，好啦，飞行嘉宾，来，还要拍张吗？再拍，给来。好了吗？你在摁哪儿呢？你在摁哪儿啊？姐，你在摁这儿。不是，我从来没拍过。很美，拍得非常好，我是最擅长就是这个。其实还是蛮激动的，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想说啊，上一次来的时候我用我的智慧啊完成了很多任务，今天我还可以用智慧，结果来了以后发现今天不玩智慧了。今天呢？今天靠什么？今天靠运气吧，靠命。但我昨天晚上在网上算了一卦，我觉得今天命应该挺好的。好，那欣欣这次来奔跑吧最期待的游戏是什么？最期待的，其实我觉得撕命牌，我一直没有玩过撕命牌，但是我总觉得我总有种预感，我会是第一个被撕的那一个，所以我就不敢玩，但是我又很期待，又想玩，就是又痒痒，但是又不敢。啊，好，那你在我们台也录了天赐、仓库还奔跑吧？你觉得三个节目录制感受怎么样？啊，就是来咱们这儿录节目，就是都是回家，大家都是熟人嘛，然后每次都是那种啊又来了，换个节目啊又来了。对，好，那可以在我们的直播中清唱几句自作曲净含量750毫升吗？OK。一天又一天不能见那上帝给我，一天又一天看得拆镜子放落火，全都是假的，贪腐演得太好了，就没有哭。最后，因为今天是作为文艺社的成员嘛，可以跟体育社的朋友来放个话。体育社吧，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他不是说你在体育社你就能有什么优势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斗勇要斗智，我们文艺社可能能拿到很多优势，拿到优势以后呢，哎，我们就一不小心就赢了，你等着瞧吧。我怎么这样说起来好怂的感觉。好，今天看你表现，谢谢。谢谢谢谢。是，你们要一起来，快来快来，你们常驻老师怎么样照顾一下我本季的飞行嘉宾吧。你说什么啊？我很像本季的飞行。我是本季的，我去了很多期。你们俩互换来，我帮你拿吧。你是常驻老师。这个是真源的排版稿。好好，我先问我先问真源老师。先这儿，来，你们俩互问，来互问啊，就一个。我狠一点。先问仙哥，最想和跑奔跑家族的哪一位成员互换身份，为什么呢？最想和张真源老师互换身份，因为很想跟张真源老师学唱一下《出渊》。你别这样，问题串在一块儿了。你别这样，申哥，你好好吓人呀、啊！为什么？你怎么清唱几句？你不能向我学啊！我就是你在紧张，你这样说的我好紧张。叫我唱。来吧，我唱两句。怎么唱的来着？
斩来是荆棘，丛生野火燎原，斩去路阻挡我这岁又万万千。OK， 就这两句吧。我很热血。你听过吗？我就是，我当然听过啊。听过。你在后台，我怕你在精心准备。对。我教你们先生问哪个问题？不是这个吗？等一下啊，先生。不是，你回答跟他的提供不一样。等一下，不是，你可以让他先，你可以先问他这个问题。你来问吧。你可以先问他这个问题。没事，我问吧。好。来。最近申哥给《庆余年》演唱过的《借过一下》非常火，可以给观众朋友清唱两句吗？不可以。我这首歌叫《借过一下》。你是你，我是我。作为飞行嘉宾来唱歌是另外的。完了，申哥。啊，你在拍东西。词是什么来着？我也不记得，我刚刚也想了很久。对，哎呀，我现在唱会不会太吵了？让我大醉一场，殿堂之上被现实两三张，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你探老月光，望大人们见谅，体贴的话我懂也不想装，世人寻黄金香，我找月亮，何必同往。耶、yeah! 啊找大家工作啦，不好意思了。还要问啥？接着问，来吧，我继续问完吧。你那好好的唱一下《朱颜要不要》。没事，我不太好意思。真源常常会在微博上晒自己的狗狗呼安，可以分享一下呼安的一些趣事儿吗？他其实也不是趣事儿，他哦，那我分享一下吧。就是我房间不是在二楼吗？我会一般把它放。你的房间在二楼。就是我住的地方、okay、我一般在二楼，但是我的狗一般放在一楼、然后我助理一般会帮我弄午饭的时候，他会把狗放出来，然后每次出门，然后你就听到蹦蹦蹦咚咚咚咚，他就往上爬，对，然后他就爬到我面前来，然后就跳跳跳，他现在弹跳力已经快跳到我脸上了。就是，所以你跳起来撕名牌那招是跟他学的吗？因为我看最近这几期，虽然我不在，但我也在看奔跑吧。刚刚说我撕名牌，这撕名牌很厉害，非常厉害。以后我就可多靠您照顾了。你别这样，撕名牌就是。但是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互相交流，我不是跟你交流，我跟你站一队，我不跟你交流。直播，这是直播呀！我们是直播，你在干什么？你不知道我们是直播吗？这是直播呀！这是直播，交给你了。你早说呀，申哥！这说的仿佛像我在陷害你。这是直播，我刚没说什么吧？没说什么，很好。所以你那个撕名牌那一招，我要学一学。好，下一个问题到你问我了。来吧，歌手是申哥的主页，我自己叫的歌啊。的主页，那么申，我也知道这稿子不会那么礼貌，叫申哥。申哥有没有吉他也想涉足的领域呢？撕名牌的领域，以及跳起来撕名牌的领域。哎，哦，哎，那我正好来让你感受一下。你最好给我点面子。我说我不撕，我让你感受一下跳起来撕我的感觉。跳起来撕你的感觉，这句话听起来不是那么友好。不是，我不跳起来我也撕得到你的名牌哦。我是。因为我在电视里看的就是，是就是这个意思，冲，咔一下，咔掉这儿，冲，对，从此以后，我就是张震岳。好，最后一个问题，咱排队了，咱直播排队。好的。那真源在节目上第一次尝试拔火罐，你感觉怎么样？分享一下其他的一些养生小技巧吧。申哥不在，我真的很想让申哥去体验一下。好，谢谢你的回答，拜。等一下，你也要互拍一下。哦，互拍。对，做我精爽。让张真源放出来。对，说啊，平常有什么其他的养生的小技巧？养生啊，多喝热水，对自己是真的是多喝热水。我天天，人家无常温我也喝，我一天喝个两升水就感觉一天很养生了，就是。感觉肠胃都被洗空了，包括在这么热的天气也会喝热水吗？那就喝热水里面会放枸杞，那还是喝常温吧。会放枸杞，会放什么？那除非是熬夜熬得太猛的时候。年纪轻轻就开始很棒的养生，我向你学习。该按哪个拍照啊？
再调一下，火车。哦，原来是直播呀，观众朋友们。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以为是录播，我有点放肆了。但你刚才没有什么问题。体育社的怎么能给文艺社的拍照呢？因为就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可以拍出来吧，深深哥更帅气的。我给你拍一张绝帅照片。我觉得这拍照姿势，我觉得拍照姿势可以。一定要这样吧。这是酷。大人带。好，谢谢。好，谢谢。OK 了，我们请下一位。谢谢一个人了。下手拍档变一个人了。这就直着呢。直着呢，直着呢，一直在那。想问一下，虾哥这次在杭州站，想在节目里拿下 MVP 吗？有什么想要对节目组说的？哎呀。就也别说大话，我也就是这个也不知道今天这个有正在直着的时候，对，不知道今天这几项是不是我的强项。反正晚上啊，我们知道，大家知道晚上我们最后一项是捉迷藏，这个其实是需要技巧的，尤其这个藏和找，这个我不敢说我很强，因为这个藏东西其实我觉得还是得有这个智慧。嗯，好，那虾哥，我们刚刚正在拍摄定妆照嘛，你最喜欢定妆照的 pose 是什么？经常看你拍，来展示一下。我最喜欢就这个插个兜，一块直插个兜啊，直吧，来，他们一起都过来，都一起直吧。啊，我来一起问吧。啊，一起问，你一起问吧。我一起问。两个白的夹着你，害怕吗？什么玩意儿？定妆照的 pose。一、二、三。可以说是毫无创意了。确实是这样，没有什么创意。要不然就是这样，要不然就是这样。来，确实不会怎么。来，我们再一起来。好，想问一下，这四位我们帅哥最近觉得自己最帅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来，我们逐一说，觉得自己最帅的时刻。是直播不？是。就是今天我们体育社获胜的时刻。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就是今天让体育社愿赌服输的时刻。嗯嗯，我以为是淼淼姐夸你的时候。那我应该是洗完澡的时候。那是最干净的时候。您呢？随时。随时随地。就是一直都很帅是吧？随地大小帅是吧？随地大草率，这是能播的。好，继续。好，那请问一下四位，觉得自己还有哪一面新的一面是我们节目组没有挖掘过的，想要在今天表现出来？今天体育社就让文艺社知道我们的实力，赶紧挖掘。我们哎，我现在要跟大家说，是直播吧？是。赶紧去我们的微博投票，好吧？今天你们的投票对我们发了，已经发了，你们赶紧去投票，好吧？给体育社投票啊！我在这儿。现场拉票，你们的投票，体育社，你们的投票对我们最后的胜负至关重要。你俩应该分对战。体育社，给我们投票，我们让张志远发自拍，发八九宫格。你让文艺社说，张志远是文艺社的。你说。文艺社。这，什么问题来的？让他俩搅和的。问题是啥来的？这搅和忘了。拉票拉没了。拉票给自己拉票再拉票。啊，拉票了，这得靠实力。晚上捉迷藏，你得能会藏才行。这不是人家支不支持？但人家是他支持我们，我们有优势。但人家这个问题是问的是节目组还有没有没有挖掘到你们的一面，这跟拉不拉票都没有关系。咱们你今天就能看到节目组绝对挖掘不到我的一面，就挖都挖不着我今天藏的，我要把自己砌在墙里，你都可以挖不着。欢迎大家给我们寄一点这个水泥啊，什么这个桶啊什么的。晚上我们今天晚上都找不着这人，晚上把老沙给埋坑里啊，绝对挖不着。还挖掘，挖掘机上都找不着。因为我现在已经说到晨晨的，参演的电影《扫黑》绝不放弃即将上线，给大家安利一下这部作品。
哎，对，还给他宣传呢。六月八号，这个你自己拿着呢。你上那边宣传去。端午节就要上映了，然后希望大家，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嘿，今天确实这是一个，就是顾名思义一个扫黑的这个题材嘛。但是它区别于之前的这种，扫黑，它是这个有泪点有笑点，就是感觉可能就是比较生活化一点吧，可能跟大家之前看到的不一样，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去收看，然后希望大家也能喜欢这部电影吧。嗯，那陈哥，我们现在你的那冠军请指教也在我们这播出，你可以自己打打宣传。那个对，冠军请指教也在我们浙江卫视马上就要播出了，希望大家能够在关注我们奥运会的同时看看我们的节目，了解奥运知识，关注我们国内的所有冠军运动员还有体育运动项目，谢谢大家。最近没有什么新的作品。有跟别人说两句说什么呀请大家多多关注。对，我们有一个电影叫《传说》，马上就要在暑期档跟大家见面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支持我们这部电影，有成龙大哥，还有张艺兴，还有很多很多你们喜欢的演员。嗯，这里面有凯哥吗？没有。哦，那你我以为是不是突然从凯哥手里抢走？咱们就关注一下跑男就完了啊。好吧，好，来吧。还要互相，互相拍吗？对，我们俩，哎，两两一组，你们黑的上那边。这么快吗？就拍了？你这是盲拍，你这是？对啊。就我这种摄影师，这种艺术家，我们这种文艺社，你知道吗？就是。我很期待看陈哥那张。来，你给我拍一张。好，陈晨给沙哥，沙哥拍一张。你给我拍一张。那哪儿啊？体育社只能这么拍了。你看，体育社是干嘛？你们在旅游吗？请问，你们在景点招年团？这接上上一期的那个节目了。体育社，我真的，就这样啊，我俩这就这样，我再重拍的，就这样，好不好？真的就是我们班委抽奖，就这样抽奖抽出去。你们看一下，哎，谁能拥有凯凯这张照片？真的绝了，绝版照片，绝版绝版。那陈哥，他那张了。陈哥，你不绝版？我俩绝版照片。就这样啊，就这样。什么照片？给陈晨拍一张，给两拍。拍了。好，拍哪张就拍我一个局部，你知道吗？我们请两队互相放狠话啊！放狠话。互相放狠话来啊！对于我们今天那个捉迷藏至关重要。你找不到你最高光的那个最帅的一刻了，是吧？他不是说今晚他胜利？再说一遍。他不是说他今天胜利是他最帅的吗？我说你等不到那一刻了。你有什么想反驳的吗？我今天其实就说我就是作为你们今天最大的黑粉。大哥，人说放。把你们，我今天作为你们最大的黑粉，把你们黑到体无完肤。哦。哦。嘿。胖吃赖，你来。希望你能够保持你的优雅，不要把头上的黑粉撒到地上。你说骂他呢？看他呢吧。啊！不要让他的黑粉撒到你的头上。不知道啊，就 ，yeah， 不知道了，真的不知道了，好尬，尬死我了。炸死我了，炸死我了，快拿走。烫手。来接我。这多难得啊，就牵下来脖子，这多难得啊，是你啊，对呀、这才难得，这种太普通了。好吧，谢谢大家，加油，今天加油啊，投票啊，投票，差不多了，我要说这个话了，我这个话要说结束了吗？没有，我还有一句要说一下微博植入的话，把它拉回来说一下。摄像的，欢迎指导入卡。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今晚奔跑吧即将开启一场百人捉迷藏，想要解锁沉浸式直播机位，记得去我们官微参加活动投票，大家互动起来，谢谢。百人捉迷藏大赛，我们是设置自己规则的。你们太棒了！那首先，我们就要有请两个社团的成员代表出场。今晚的这个百人捉迷藏大赛已经迫不及待了，但是开始之前呢，我还是要跟你们聊几句。先问一下文艺社好了，请问是什么原因让你们现在略逊了一筹呢？我觉得主要是成本的抱怨问题，输赢跟我们准备不一样。我想问一下师生好，你觉得你们现在就是稍微得到的道具会多一点点，是什么原因？有干扰，李晨也有。两个字，实力。听到没？这块是说的文艺社没啥实力喽。没错。那这样好不好？因为我们的同学们其实已经等了很长的时间了嘛。我想问一下，我们的两个社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口号啊，可以给大家加加油准备一下？我递着我自己。只有对对方的一个口号，我们自己还没有。我们对对方说的话的口号要不要再说一遍？文艺社，你们小东西，今天就让你们各奔东西。我们有口哈，苟到最后。哎，我想问一下，大家觉得今天会苟到最后的是谁啊？我同学们大声喊出来好不好？不是因为希望你们赢了，为什么一定要苟到最后？不能是残暴最后吗？好，问完了那个情绪，我要问一下文医生啊，他们刚刚用这种态度来对你们，你们要不要反击一下？希望你们有一会儿好好的躲起来，不要证实你们真的很菜。压上了男孩，但我觉得现在只是暂时的落后。与其你觉得你们在捉迷藏这里有没有一些优势，跟他们比的话。其他不用说，你看我们凯哥这个装扮，重返十年前小猎豹，我们就代表一次。听到了，刚刚说了，对方已经对你们喊话了，你们是小东西组，你们要不要反击一下？有没有什么口号？我没有说错吧？突然之间虚了的。我们的上联是东西南北中，下联是送你们君归西。范PD有什么想说的吗？
好，那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百人捉迷藏大赛了。首先我先要给大家讲一下本次比赛的规则。本次比赛分为了上下半场，每半场是30分钟时间，每15分钟呢我们会进行一轮攻守交替，也就是说每队在自己的抓捕时间内争取要在对方社团的藏匿楼头找到更多的成员以及同学，找到同学获得1分，找到成员可以获得10分，最终哪一队获得的分数最高就是今天的最强社团。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迪迪给我们讲一下今天大赛的细则。谢谢杰妮，请先稍事休息，谢谢。你那个，现在为大家详细解释捉迷藏百出。我们现在就要先请我们的100位同学们进行躲藏。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现在就请你们前往各自的躲藏区域。现在就请你们前往各自的躲藏区域去躲藏吧，出发吧，同学们。的楼层备战间查看你们获得的道具并进行并领取抓捕锤。出发之前，我们的好朋友启明门也为大家送上了祝福，拥有启明门就会拥有深度好睡眠。启明门恭喜两队，你们身后有导演会带领各队出发吧。各位文艺社的成员，因为你们在今天的热身赛当中获得了一张高级道具套装和一张普通道具套装，所以你们一共可以获得3件躲藏道具。现在请凯哥把这3张纸打开，大家一起看一下。
可以伪装成植物的花。植物花真的是这个好假呀、啊！那这个盆儿，这个盆儿千万不能，这肯定是花。哎，我们想让我们藏了就发现。安慕希售卖。这个可以，这个帅，这个帅，这个可以，这个是高级的，这个高级，这个绝对高级。那会不会他们跟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两个楼层区域的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哎，你说这么贵，哦，这个好，这个好。哎，但是你放在碗刀里，这样的话还可以。发现还是有点稀，错救一下。原来这个。谁的原来房子出来？好，已经开了。现在去找体育室。现在我们跟 PD 去找体育社，看他们藏在哪里。我们去看看别人。你现在开声音没开声音？可以。声音。可以，就是那刚上楼了是吗？我想我的每一步一直都有人，真的。你那个脑袋带的，把那篮球扔了呀。这个是三楼吗？让大家把那个那去找其他的人。找找别人，
我哪儿啊？脖子哪儿啊？娃娃机那里。你找的是我的球的那个吗？也在那边。我哪儿？那我躲哪儿？怎么回事？我要躲哪儿？那我二楼知道谁出现。那我能不能躲在阳台上？安全吗？这阳台外面？可能都是锁死的。我躲哪儿呢？帮我拿。
周围，你看一下大家那个照片，这样子找到心理的地方。然后有一些也是同学在里面，可以跟同学说一下。基本上第一就是排队的，就对这个点就找得差不多了，实在找不到，我们这边不是没有。我要躲进你的心里。哎，他听得到我说话吗？对不起，我刚才听到我开玩笑的。或者躲进你的怀里。汤姆啊，真的，我跟你说，家境非常不错，尤其是三楼那个昨天徐真做的那个书柜，上面现在一本书都没有，都开了很大的一个洞，你知道吗？去年前。